欢迎来到骚麦娱乐综合频道，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，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视频。这里是主要内容：迪丽热巴穿绿色皮草，难掩女王气质。自古新疆出美女，新疆女孩迪丽热巴凭借着浓郁的异域风情跟精致的五官，才有了如今在娱乐圈中的地位。现在的迪丽热巴是很多直男心中的女神啊！接下来，一起来欣赏迪丽热巴的气质高雅、清丽脱俗吧。相信看完之后，就算是身为女网友，会羡慕她的颜值的。作为新疆美女的迪丽热巴，在身材方面比例是真的很好，168的个子，再加上身材苗条，基本上穿什么都非常的好看。在小编的印象中，迪丽热巴一直都是那个傻傻的、甜甜的女孩子。这个她平时的穿衣风格也脱不了关系。不过我们风格多变的热巴怎么会只有一种状态呢？现身机场的时候，迪丽热巴身穿一件绿色的皮草，难掩女王气质。网友：身材高挑美炸了。不得不说，皮草这样的单品实在是太霸气了，特别是身材高挑的妹子穿上简直就是霸气侧漏。其实热巴的打扮并不高调，甚至还戴着口罩出行，只不过皮草这样的单品再加上长款条纹的设计，孔雀绿的颜色让人显得特别的张扬。气场不够的妹子可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哦。像这样的长款皮草在冬天保暖问题绝对是没问题了。迪丽热巴下身穿着一条牛仔裤，搭配白色的高跟靴，这样的穿着打扮降低了皮草的霸气，多了一份小清新的感觉。感谢各位看观看完整篇文章，大家的点赞和收藏是宇豪创作的动力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宇豪，多多评论，宇豪在此给您作揖了，感激不尽。Please click the subscribe button to update our next interesting news and share videos. Your support is our motivation and inspiration to create a more attractive next product. Thanks for watching the video.